OK， 我们刚停好车，那我们现在在的是八尺门安检所左侧有一块空地，哦，这边大家停车大概都是来到这里。右边的这个应该是这附近的一个地标。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进来。已经早满开始退，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我也没准备什么装备，想说一些就以轻便为主。那我带的是这只我的善良之爱黑色的叉，就是要跳过了。没什么人，仓库是没有人。好，那就来试试吧。哦，用丢30克的夜饭。对面桥下平台也有两个人在钓，然后这边也有人在钓。Go， 抛出第一杆。这边深度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但进出的都是小船，所以我想应该也没有太深的条件。这些都可以看得到蚂蚱，所以如果钓到鱼的话，这样看我的前导可能有点太短。上也有人钓鱼，那桥上钓到鱼要怎么起鱼啊？这么高？有多高啊？3-4楼这么高了。如果钓到，假设比较大，红杆好，
靠腰，马上屌屌，什么鬼？那我最近呢，开始喜欢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就了解一下在地的文化。那八尺门呢，网络上找了半天，没有办法找出这个名称正确的来源为何。大概就是从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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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，由当地人口述而记载下来的。那网络上你还可以查到八尺门有关的一部电视剧，叫做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。你看我一对啊。那这部剧呢，我看过，也是 Holy 妈做的由来。这个老公辩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常常搞一些花招，干扰审判。你当时有喝酒吗？没有，包哥，只要我参与这个案子。Holy 妈做呢？那这部戏很有趣。如果你闲着发慌没事做，可以看一下。和平岛呢，从文件上的记载，早年称之为社寮岛，我想这也就是这座社寮桥命名的由来。那八尺门呢，是和平岛与镇滨里间的一个水道，另外一头延伸过去就是彩虹屋镇滨渔港，然后再过去就是基隆港。所以这边呢，不管潮汐为何，这里的水流量啊是真的非常大，你随便一丢都会流很远。那我网络上看了一些影片，这边也蛮多人在钓花软，而夏季这里晚上常常会有日本尖梭出没，好像蛮容易钓到的。这边我晚上没有来过，所以你们可以来试试看。被吹歪了，但这边的确算好站。这边算挺好站立，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站立的点。那至于那边呢，有看到有大哥就是还扛着楼梯，所以当然那边更接近外海，只是要怎么下去，这可能就要研究研究一番了。马上就挂底了。哎呀，大失败！会动。感觉是挂到绳子，可惜你撒这支杆子太软，没办法跟它拼。
方解决。八尺门，基隆的八尺门，介于基隆港跟八斗子跟与碧沙之间的八尺门。好，没有钓到鱼，短暂的停留，快速的停留，因为有事情要忙，所以要离开了。OK， 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景点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下次可以再过来玩一玩。我忘记刚刚是怎么走过来的，哈哈哈哈，好像是要走这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刚是先过来把挂底的线解开，哎呀，我是个灵活的小胖子。清楚自己从哪里上来下来的。这时候呢，穿带钉的鞋子，我觉得就还蛮重要，不然上不去啊。下不好上，从这里上。哦，有绳子在那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从这里上。没有人用了绳索让你好施力耶、yeah、好，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影片咯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